因为他们是在比赛的前一天才回到了台北来备战，所以说他们这几天他们算是相当的疲累。哇！上半球进！天哪！大鹏公司的陈瑞杰，编号6号的陈瑞杰，哇！这是他在这个赛季个人的第6球了，哇！才在1分45秒左右的时间而已，哇！那这个球我觉得可能就很关键了，瑞杰，哇！第2分钟就进球了，看到北师大同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啊！对，官方记录是第1分钟啊，大概1分45秒左右啊。嗯，啊，直接起左脚破门，哇，这个球来得很快啊，黄秋林也没有办法扑到。